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薰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。全职业就为女性角色的网络游戏《女皇之刃 Online》，在游戏新干线的代理下，即将在今年的上半季和大家见面喽。独特的世界观，保证可以让你感受到刺激无比的战斗感啦！游戏新干线日前宣布与韩国 Liveplex 携手合作，取得旗下性感成人线上游戏大作《女皇之刃 Online》台港澳代理权。《女皇之刃 Online》故事描述原有的人类性染色体 XY 出现变异，产生全新生命体，开启一连串冒险故事。跳脱中世纪奇幻角色扮演游戏的传统武术观点，并推出全女性角色的新职业设计，融合性感与刚强的冲突元素，将特种部队、性感女角、机甲力学等元素结合。现在游戏共有六种职业、两大阵营选择，以及多人战场系统，将可让玩家体验无与伦比的震撼刺激战斗爽感。目前《女皇之刃 Online》正在筹备中，预计将于2013年上半季正式与台港澳地区玩家见面。